九点钟一到桃园龟山区超商内挤满民众，从事务机台排到门口，看着民众操作事务机卡卡卡。不止龟山，台北市的全家瑞光店和瑞湖店事务机系统几乎都要点选三次才能进入页面，民众直呼操作不流畅。旋转几次吧。 就领到了，轮到你的时候还是要等旋转几次就好。对对对对。莱尔富北市湖光店一早也有民众前来领券，走到事务机台前，首先插入健保卡，输入序号列印出小白单后，走到柜台领券，全程只要20秒就能完成。应该是几秒钟，非常快，我就按一按一下就列印出来。住宿之类的，就是出去玩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加码的优惠。有没有打算怎么花？回家再想想。 7-Eleven瑞东门市民众也抢在第一时间领取直奔五倍券，操作流畅。不过没收到简讯的民众也不用慌张，可以到振兴五倍券官网点选查询之后，跳出页面进入身份认证，最后会有剪印查询的画面可以得知预定序号。直奔五倍券第一梯次预定在10月1号截止，8号到21号可以领取，预约超过1193万人次。第二梯次预定从10月25号开始，11月8号可以领取。建议民众可以避开 开领券前3天人潮高峰，分流领券才不会等太久。记者谢宏儒、刘志展、曹兆元，桃园、台北采访报道。